阿公，你先喝那一杯，然后再吃就没那么酸了。对啊，太无聊，太无聊，你当我傻。干了。来宾呢？这是浓缩的吗？你是疯了？不行，直接喝啦！哦，我刚已经看到处罚的东西了。太，哎呦呀，又是拉帽子啊！这他是有名字的，他叫同学谈一下。什么时候叫同学谈一下？真的呀？谈一下，有那么坏的同学吗？他们吃的是什么？一个是好吃的凉拌牛蒡丝。牛蒡丝啊，好酸的，然后两个呢，醋精牛蒡丝。OK， 好，酸的，先看谁？先看卓文萱。好，卓文萱，请酸，请酸，请酸。为什么会有一个杯子在那边啊？对啊，这是要配着。把每一杯打开都是醋精的味道。Oh my god！ 所以，这是烟雾弹的意思啊，哈。好嘞，才几根而已哦。我一打开就闻到味道。阿公，你先喝那一杯，然后再吃就没那么酸了。对啊，太无聊，太无聊。你当我傻了？没有嘞，是比较少吃这个就。干了。哇塞！今天要这么疯狂来宾呢？这是浓缩的吗？你是疯了？哎，不行，直接喝啦！哦，怎么会自己加戏？这啥给的准备？彩云，你不要输他，快点！你们这人很奇怪，真的。我光是那个空气上来我就受不了，我还没碰到他呢。你不用喝了，不用喝了。我就觉得我还有意思吗？你不要，我跟喝这个还不都一样，就是汤匙里面就好了啊。要，对，要，这杯放。哎，这不是小米酒哎。Don't do that 哦。昨天跟陈志强猜一个，小金都吃到了，嗯，因为他那个醋精进去是顶不住的。我是比较偏向陈志强，为什么？咬的时候就已经要有反应了，他是那一杯完之后，他才哇，原来是这么重。我也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来，去。哎，我们是不是都会猜拳吗？哎，对，就猜拳嘛。猜拳没吃到，每次都是。你也这么觉得？来，你们俩猜拳。剪刀手。哇，难得难得，一枪毙命啊！够，哎，你还是可以决定权的。这两个其中一个，不要怕。你确定是我？这帮他加满好不好？我这边有一杯啊。哎，吃掉了，哎，要吃掉了。你以为我在演戏啊？好像这一招哦，嗯，他补那一枪补的好漂亮，周文轩，今天有点意思哦，今天哦，我帮你带好，我拉了，这加厚的，有尺有尺有尺，来哦，不能超过哦，25公分了，25公分，25很长哎，25公分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么长，再来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这么长 ，OK， 到了，再稍微削一点，真的很痛哦，好了，我手走开。同学，谈一下。同学，睁开啦！同学，谈一下。你说同学谈一下，我就谈。你说啦，快点说，同学谈一下。好扎实啊！这个旁边就红了。真的好扎实。很屌哎！哎呦哇，同学晒性眼了。要不要帮你拿一个？怎么那还架子水啊？